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高雄市的大家长韩国瑜市长，你的掌声加尖叫。谢谢，谢谢所有来我们高雄第一次参加春娜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举起双手，大家晚上好。容许我把我们高雄市最关心我们高雄市民朋友的所有的议员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我们有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陈美雅议员，日本的陈梅娟议员，凤山的刘德林议员，还有三民区的黄香淑议员，小港前建的蔡武宏议员，旗津古山盐城的蔡金燕议员。OK， 我们都是竭诚的欢迎，25年来第一次在我们高雄办春娜，还有我们阿莲区鹿竹区的李雅竹，跟大家报告，她还没有结婚。而且非常年轻漂亮，东吴大学法律系的李雅竹议员跟大家挥手一下。站在这里，我们高雄市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到我们高雄参加春娜，希望今天晚上是一个欢乐的、安全的，而且值得回味的。也希望每一个好朋友，不管是我们本地的高雄子弟，还是来自外县市的，特别能够感受到我们高雄人最宝贵的资产，两个字，热情，好吗？欢迎大家，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开开心心。OK， 谢谢，谢谢，感谢市长。那今天市长莅临现场的话，其实他带来特别礼物要送给各位来宾。市长，你今天听说要带来不一样的演出？我们今天来共襄盛举，唱一首这个民歌星，超级大牌的歌星蔡琴小姐的《读你》，好不好？我们一起唱，好。唱完以后，时间交给你们，我们就不打搅大家了啊。好，那舞台上会唱的，我们就一起来哈。来，我们带来这一首《读你》。也不言学，读
家，祝福大家，谢谢，有一个美丽的晚上。谢谢市长，等一下，我们现在要请市长跟我们的每个朋友大家一起来呐喊。OK, okay.。春呐，25周年在高雄， okay. 我们一起呐喊。春呐，25周年在高雄。谢谢，还有谢谢我们各位长辈，谢谢市长，谢谢，祝福大家，谢谢。感谢您的观看，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掌握最新影片动态，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Thanks for watching.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